啊，大家好啊。那么本来呢是没想拍这个视频的，但是喂螳螂的时候吧，哎，他一只手拿着蟑螂吃啊，这样子强迫症突然就犯了。你说另一只手能干点啥呢？然后我就往他另一只手里也塞了一只蟑螂，然后哎，万万没想到啊，他就抓住了。所以这个场景看上去很有意思啊，一手一只。这个视频不会很长，发给你们中午下饭呢，或者是晚上下饭呢，看着就还是很香的。哎，螳螂吃东西，反正我是怎么看都看不够啊，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够。尤其是黄色的蟑螂啊，我知道你们都喜欢看黄色的东西，不对，黄色的螳螂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啥，这同样都是狼字辈的啊，就差那么一个字儿，有时候有点分不清他们。这个时候问题又出现了，为什么它又是从屁股开始吃呢？哎，这个问题谁能给我答案？我养的东西全是从屁股开始进食，好吧，这个习惯也是可以啊，这绝对不是跟我学的，跟你们讲。